我是刚刚列车长的班信，7月11号，台北捷运淡水新线哦，台北站，1:15，关闭车门，所拍摄是太阳淡水，太阳淡水的7300007008编组，我刚刚想刚刚的时间好，在台北淡水，啊，谢谢各位，我下面的妈专门多多点我们大壮。在台北淡水哦，谢谢各位来电，拜拜。下一站顶山，还有淡水的7300007008，下一次再见。